道哥，你选彩提，这个是他在我们这七个艺人当中年纪是最轻的，他最少在演艺圈还有20年的机会。哦，对哦，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，哇，今天这个很厉害吧？对，最少还20年，才20多岁，对，他才20多岁而已。那最重要是说，也想趁他在这段时间比较低潮的时候，给他一个鼓励，给他一个鼓励。我认为他以前在。还没结婚的时候，我之前在别的节目跟他录心善呢，这是个好人，他是一个不错的，就是外形啊亮丽，而且进退应对都非常好，对应对对，所以我就觉得第一名应该林采迪不过分呐，张就够了，张对啊对啊对啊，赵哥给你肯定，你暖男动力，死的都被你说成活的了，小优来来来，我必须得说，虽然我跟小优就是常常在节目上说啊，他真的不怎么样不怎么样，但是今天这期。七个，我要是经纪人，真的会最想签他。不要哭了，没有，我是良心说，虽然没有很漂亮，但他真的很优秀。怎么哭了？哭脸在哪里？他连叫别人都不哭了。今天怎么他？你先，你别哭了。我今天说，我写他，他有点吓到，因为我平常都在骂他，你知道吗？乔欣也在，也要掉眼泪。没有，因为他真的抓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掉眼，仿佛自己已经拿到第一。你们两个恶不恶心？还有第七耶！他真的必须得说，他真的是该哭的时候是开出来第七名。先不哭了，在我心里他真的配合度很高，我要哭死了。然后也算很敬业，因为小优怎么样？人家我常在讲啊，好歹好歹三顿烧啦，对，衰败三分笑，对啊，笑型较好。那乔欣有时候不笑可怕，彩迪基本上是不太笑，因为他舌肌嘛。对不对？酷酷的。秀慧姐是，她也不太笑，三本，但是她是叫沙沙贝行家了，但是她舌肌哎垃圾啦，她犀利，她比较犀利。啊，赵哥是会有咬人家，对。白允是感觉虚伪猥亵。说出来啊！这位大师吴大师，哦，吴大师你宪哥的话你要真的听，他是真的最大的经纪人了。